这是基董，基董上班的地方。很整齐哎。哎呀，我看他到底在做什么。哇。这边还有一只啊，这边还有东西啊。哇，好专业哦，什么都有。哇，还有藤条。楼上都是稀世珍宝。有没有听到？你要什么？看今天楼上盖几层了，就拿其中一间出来卖。你要吃什么？